因为我之前想说，我那时候可能冒犯过自己文档，对吧？因为之前想冒犯过，我就想说，就只要讲嘛，然后就这样子算了。然后我想说，对，我应该就是玩一下就好了，让他高慢慢的。我以为你自己文档，然后再。那我想说，那我不要回答他的讲。
中陈品璇，这是第四个场地，准备宣赛。每次都那边都会小，每次第六排都会小。